我是这个在济南呀，8月15那一天，正好我们班是班上阅兵，给老师啊，给那个安老师，安子正老师，他在园林过世，他领我们在那个地方，他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济南8月15那一天刚摆好阅兵，倒好了水。我们一个同学从外边进来了，他说：“你们还在这里吃月饼啊？那共匪都打进城来了，你们还不赶快走啊？”啊，听到这句话之后，我回去，一人有一个小被子。那时候8月15又天气就比较冷了。嗯。然后你到这个，到了这个宿舍里边。个人整理，整理好之后，带着这个，我记得切了8个月饼啊，还叫我带到火车上去，带到火车上去，一下来火车，我们走了整整的2站呀，火车才根本不停，那么一直这个火车追上去，我们下来坐上这个火车。哎呀，那累死累了，那一夜不晓得怎么过的。到了，那么坐上火车之后，同学都饿了，那时候哪有，我们又没出过远门。哎呀，我说饿了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十几块那个月饼。他说你怎么还带月饼啊？正好8月15那一天，在这个济南，你看。但是我们校长到了第几天才赶到徐州见了我们，有一个安老师，郑老师，郑涛安郑老师，两个老师带我们到了徐州，徐州住了1个多礼拜，我家就是沛县嘛，我赶快回去到家里去拿几块大头啊，那时候我们都还个银元了。到了家里，哎，他说，我祖母在前去，我家里也是，好像有姻缘的了。哎呀，他说你怎么回来了？我说我来看一看。我说那个现在济南已经快要失守，我说我赶快得要回家来看一看。他说你要什么东西啊？我说我要个10块20块大头，不行。哎呀，对不起哈，我这没事。要不要抽烟？我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哈，对不起。然后呢，就是到徐州住了大概有1个礼拜，紧接着就到了南京了。徐州就吃紧了，外围都是部队了，共匪的这个部队。到了这个过个礼拜以后就过长江，哎呀，过长江太苦了，那个轮渡都几乎压翻了，那都是人呀、啊，都是人，那也没有那个这个长江大桥还没修，刚有地基了，上面还没修起来，过轮渡到了下关，在下关住了5天，住到火车站里面，又没吃也没喝也没洗澡，那不要说。那个苦不堪言就是，这一餐看不到那一餐。幸亏我带了几块大豆，在南京还发挥了作用，买一点东西吃，买一点衣服穿，那天气很冷了都。然后到达杭州，直接用那个沪杭那个铁路啊，直接到了这个杭州，在杭州汇兰中学啊。住了大概有2个月，真的挺少，再住那么久，因为现在这个徐州过长江以后还共匪还有一个阶段没过来、结果我们就在那边住了有大概有接近3个月，2个多月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到达湖南，转站到了湖南，坐这个。这边的这个
铁路啊，到了景德镇，一路上都是看风景嘛。到了这个横山，到横山住了一家大屋，他一个大屋里边可以坐几千人。哦。嗯，差不多又能住四五千人到五六千人的样子。你到里边吧，没事儿。差不多要住那么这么多人，那这没吃的怎么办呢？幸亏人家这个理解大屋的这个老先生呢，他姓曹，理解大屋的屋主姓曹，曹先生他也来台湾，他是国老代表，以后我们去，他也死在台北，我们还给他平掉，不能往北。那么然后呢，就是在这个理解大屋以后断粮，没有粮了，政府供给不上了，共匪都过长江了，过长江了已经到达杭州了，那离我们那里都很离这个横山很近了，住在横山的那个下面。然后我们转战啊，政府迁移到广州，我们追随政府到了广州。到了广州之后，哎呀，那人乱了，那不得了，到处都是抓兵的。幸亏我们还没被这个部队抓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到达了这个老师说，你们这当兵也不是办法呀。他说有这个李振兴先生啊，说你跟我到澎湖嘛，都是山东人，到那里我们绝对让你去读书，不让你当兵，骗人。我们到达澎湖之后，哎呀，那苦，他每天都不给你吃饱，吃那个炒米。可是你要住澎湖的话，你澎湖一问问你们家里老人家，他会知道。四个人，那个一个脸盆啊，就那个南瓜汤子，和那个什么肥。现在那个宽宽的那个肥，现在就没人吃了嘛，都汉族签嘛，汉族签这个我不吃的，就是吃南瓜的，就是吃南瓜，澎湖是吃南瓜多，对，南瓜在这个时候被编名之前呀，哎呀，我们三位校长我真嫌痛苦一场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我都是到海边上哭。为什么我们那个校长被李振兴抓进飞碟的罪枪毙了？对，我就是那个长张校长的儿子。哎呀，老六。哎呀，我实在是非常的受感动，我一直都在澎湖没有离开。哦，那这我们算是长老弟了，我当时被抓的时候，我们还不太清楚，为什么不太清楚？因为我们年龄小，他把我们弄到一边去，啊，我们受苦了。那你我很小啊，我很小，你那时候也不没三岁。还不太记忆，不懂老人家那个灵堂还在不？在。哎呀，我一直非常的怀念，实在怀念。我受了不少的苦。然后我们到达，我们那么小的年龄，那个枪啊都比我们高，也我没有枪，当兵没有枪，没有拿枪，因为个子也矮。也年龄小，没有拿过枪，做了11年11个月，领11天的军人，退下来，然后到达园林，园林实验中学。那时候是袁学培的校长吗？不是，不是换了。杨占云。杨校长。杨占云。杨占云他不是我们的连中的老师。不认识，后来在政大。哎，对。